招着，招着他，扔过去就行。无动于衷啊！那边都下水了，你听不见。耳朵怎么背了？你刚才捡了一块金属的东西，看看啊！哎呀，没走了吗？没有，没扔到。等着啊！一、二，无动于衷，不怕。他没有防范意识，他已经什么都麻木了。我把这草都扔到他身上，他都不怕。对，他那个草，我刚才一个石头下面都不怕，但时间长了，最后你把它埋了，他都不怕。你瞧瞧，哎，扔不录了，不录了。